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亚运会的女排半决赛第二场比赛，中国队和日本队交锋。在之前结束的第一场半决赛当中，泰国已战胜了韩国队，这是泰国队历史上第一次打进了亚运会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中国队和日本的胜者泰国队争夺冠军。现在，中国队在前两局是2-0领先。第三局比赛，日本队干脆长冈望悠也别首发了，直接是四号新国里沙首发。其实日本队在这个坚硬这个位置上呢，新国里沙是一个技术很全面而且很有特点的一个队员。用心用长冈望悠的话，一个是长冈望悠他的进攻和高度比新格里沙要好一点，但是是在今天的比赛里边，第一局和第二局新格里沙的进攻完全被中国队遏制，也就是他的发球还有一定的作用，所以还不如上新格里沙。当然从第二局来看呢，新格里沙这个竞技状态也一般，日本队的第三局开局现在2-0领先。中国队在这一局还是由12号李一发和朱婷搭档打主攻，这球荒木里，荒木惠里香扣球没过，已经4次击球了。中国队在前面比赛当中，从教练组郎队长准备充分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一旦遇到首发的刘晓彤进攻受阻的情况下，那么让李盈盈是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李盈盈尽管是替补上场啊，但是替补上场之后发挥得很出色，这也是第一局度过双方僵持阶段的很重要的环节。眼睛一个短平快把球扣中，本队的自由人有点犹豫，15号井上勤快，还是井上勤快一团失误。2-1。
国队拦回，这球弹网之后正好落在边线上，好球！调整李盈盈轻打直线，今天其实由于两支球队的女排的比赛，这是亚洲的女子比赛呢，各个球队彼此之间非常了解，因为她强队相对集中，像女中日、韩泰这四个球队，所以这四个球队之间的比赛彼此都非常熟，非常了解，各个队都有自己的技战术办法，都有自己的打法。现在中国队是8-6领先。你看日本队今天呢，也是利用发球，尤其用发球来攻朱婷，希望能够限制他的进攻，不要管那两人来，特别死人全管在这菜球，全在这得分，就在这嘎达得分啊！我要下载一个，防着这球太菜了。所以刚才说到这个呢，就是在我们一传一旦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朱婷如果尤其朱婷在后排的时候，队友能不能站出来分担这个球队的进攻的压力呀？所以在今天的比赛里边，包括龚翔宇，还有替补出场的李盈盈，都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包括我们的两个副攻，然后你怎么来制约对手？就是前面说的，把他的这个主要得分的接应一号陈高望优看得非常死，在战术上就成功了。日本队请求暂停。因为这个两个队对比实力呢，本来就比日本队强。尽管日本队也非常重视这次亚运，希望能够冲击冠军。特别是第一局，他们在防守当中表现了比较高的水准，也就是第一局利用中国队稍微在心理上还有一些紧张的这个机会，能够有可能有一拼，能抓这个机会。但是后边当第一局中国队拿下来之后，后边我们的这个心态就已经完全放松了。在心里没有任何紧张或者压力的情况下，日本队的实力差距就体现得暴露得比较明显。而且日本队现在呢，在主攻的位置上看出来，主攻、副攻都没有什么能力特别突出的球员，主要靠接应。这位玻璃莎，他的这个状态好的时候，日本队保证一传，利用他的跑动，这个进攻还是很有特点的。但今天可以看出来啊，也不在状态，也就一般这个状态。而且他的年龄其实也不小了，加上另外一个屠呦完全被限制，所以日本队的进攻就完全发挥不出来了。
国队有防反机会。这球腰线打得也非常准。日本队发球找李盈盈，搓心，日本队把球防起来，所以这个球呢就暴露出来，就是你像刚才李盈盈这个发球就不是很应该，利用对方两点攻这个轮次，把发球的成功率再发高一点，给对方施加压力，让日本队轻松过了这一轮之后，对方发球就来发你了。日本队的二传手佐藤美米改成法朱廷，但是朱廷这个球一传比较到位，因为今年的女排是锦赛和亚运会之间还有二十来天的时间的差距，二十多天，所以中日韩加上中日韩泰这四个队都是以一线主力来参加亚运会进行争夺，而且正好中国和韩国分在一个小组，日本和泰国分在的时候，这四支球队都顺利的进入了四强。这条裁判判从标志杆外标志杆上空飞过去，也是界外，让日本队追到13-15，中国队请求了一个暂停。你上爱爱好吗？你在中间吗？不是爱，大家耐心一点啊，把这球整好，爱压啊压，全是中间，加油加油，双方回到场上，日本队还是19号黑后爱发球，球的丝线是判界外，但日本队把比分追上来，追到14-15。中国队在场上换上了姚迪和曾春蕾，所以这个球呢，这个下来之后，这李盈盈就需要总结。你在拼发球的时候，什么球什么轮次上要拼，什么轮次上一定要保证成功率。这个比赛有时候就是从一个球开始的，当然这反过来对他也是一个锻炼。现在日本队发球，正好他在后排，正好也是一个锻炼的机会。16-15，中国队还是领先一分。
看桥上桥质量要高，这一个那一个，对吧？你看枪口一定要快，你指的每一把。第二次汽车暂停之后，再次回到场上，中国队曾春蕾发球，16-15，领先一分。检票，中国队。两点换三点，丁霞和龚翔宇重新再回到场上。好球丁霞，后排防起，还是辛格里莎，朱婷后排再把球防起来，四号位强攻，这球着急了，结果扣出了界外，日本队追成了17-17。但是现在辛格里莎大后排了，队能不能抓下来这几轮的机会？朱婷强攻，这个球掉得有点上网，这个球是调整球，调得不是很舒服，李盈盈就要出网了。对篮房这边好球，日本队是反击的时候，奥村麻衣打背飞移将这个球给拦死，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分，因为这个这轮要是过不去呢，接下来辛格里莎发球还是发李盈盈，然后这个压力就会非常大啊。本队有效拦网，中国队拦网，袁心月和龚翔宇双人拦网，好球，又是李盈盈，李盈盈单人拦网拦住对方一个杯快球，这场比赛李盈盈她是替补啊，作为一个这个年轻队员，在发挥上进攻发球和拦网都发挥的还是不错，
现在日本队还是两点攻还是中国队的机会。20-19，中国队领先一分，这是涨分的好机会。洪翔宇后排防起来，反击。好球，就回来。他们在打后攻。这个球日本队二选手佐藤美女的还是不错的，利用了主攻手在后排的后三进攻。处理球，这个球袁心月处理的随机应变，顺势把球掉到对方马蹄形中间。后来日本队一攻反击机会。在保护还是垫到四号位，这球传得比较集中，这正好从佐藤美弥头上。中国队23-20。好球，这球王梦洁防得漂亮，反击打得很快。一个后三，李盈盈把球扣中，获得了赛点。这场比赛呢，日本队不能说没有做充分的准备，而且在尤其在第一局和刚才抓住机会之后，12-16哦，12-15落后，然后追上来给中国队是制造了一定的麻烦。但是中国队比他准备的更为充分，再加上中国队的实力在日本队之上啊，这场比赛最终中国队是3-20，5-20胜了，中国队就以3-0战胜了日本队，打进了本次女排的决赛，江汉历史上首次进入亚运会冠亚军争夺战的泰国女排来争夺冠军。好观众朋友，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大家转播到这，感谢各位的收看，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关注各项球类比赛的最终决赛和其他的精彩亚运会赛事。Imagination to China.